皇后，圣上有一事不明白。圣上想要夸我，便就夸我。为何要赏赐子上，还要把我强留在宫中？他的不就是你的？难道也要计较？说不定这两百户是圣上给你熬汤的花费呢。我不是计较这两百户，只是如今我将事情做好了，却是子胜的光彩。 那你可知，当初圣上下旨嘉奖于你，是子胜亲自求来的。是他亲求来的。那时他正要出征，并没有为自己求半分恩典，他担忧你在娄家受人白眼，特求圣上下旨嘉奖于你。那时候，他就对你用情至深了。 我竟没想到他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儿。我只是觉得，如今大家看到的我，都只是子胜的心腹。可我自己呢？陈少商又在何处？那照你说来，圣上麾下的将士谋臣，就都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。若是…… 谋划好了打了胜仗，那是为圣上开疆拓土，其他的皆与他们不相干。若谋错兵败，那便是圣上的不是了。可自古以来，在这满天星空下，那些纵横捭阖天下的名将谋士，他们的姓名一样在皎皎银河中熠熠生辉呀。 真的吗？成婚之后就是如此。他的意是我的，我的意是他的，两人自就是一体。你以前呀是读惯了，总想着自容。